今日甲一个人提开讲啊，啊，伊是专门吼咧租厝诶，伊厝足侪间诶，会使租互人。伊来甲买二手诶冷气，买几啊台？我甲伊问讲，啊，你哪会买啊侪台？这甲新诶其实差无偌侪啦，差不多一半价钱。啊，我足侪间，我买你两台，等于买一台新诶，安尼我是毋是省一半价钱起来？那人客买转去啊，歹去，还是较伤电，迄就是伊爱家己处理诶，无伊会使换新诶嘛。但是我上重要，我做服务就是爱这间厝租人，伊有冷气通吹，有洗衫机通洗，有省电无省电放下壁。重点是我规间厝整理甲清气淡淡，厝主哦来买，像是因来买就是五台十台咧掠，就是安尼。所以有时你看到我物件转来吼，啊恁无注意到，啊就买无啊，迄真正足歹势，因为足侪厝主看到我的影片，第一时间就一届来掠五台十台。所以呢，四十台只下就无去啊！关注我，只要发影片，你有需要，马上就进来，卖个科鲁啊，科鲁真正就去人买去啊！感谢。